们大家平安。啊，咱今仔日是一个足无共款，啊，非常特别的一个礼拜。咱做伙来到一间奉主的名所设立的教会的学校，哦，这也是咱台湾的第一间的中学，哦，非常有历史性的意义。啊，咱伫啊过去咧找这个哦。咱建堂的时阵，要临时要聚会的场所，啊，咱祈祷久久，吼，啊，到尾吼，上帝予咱有真啊好的这个资讯吼，啊个消息，咱找不来所在，啊，到尾啊，发现这个所在是真非常的适合，啊，咱也着用伫今年吼，即幺晚礼拜的即时间来遮吼，大声的宣扬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咱今仔日吼，啊，而且礼拜中间吼，啊，咱。就会当来想象，咱将来咱结婚的时阵，就要伫遮会聚会吼。啊，在信的过程中间，恁若是有任何啊，诶，这个需要建议的所在吼，咱拢会当甲咱的小会员、甲咱的教会长老吼来欢迎吼，咱会当甲咱做啊非常好的这个安排啊，甲这个啊这个建议的处理吼，啊，互咱将来礼拜的时阵，这个动线拢会当真顺利来进行。包括你的交通，包括你伫门口礼拜，啊，包括咱伫遮咧聚会的时阵，你拢会当有真多诶遮建议吼，会当互咱。我相信咱每一项的建议吼，咱就拢做伙来改进。啊，因为教会是咱的，吼，恁的意见也就是咱这大家庭的意见，吼，啊，咱为着要互咱教会更加好，吼，啊，咱就做伙彼此伫遮相配合。好，感谢主，啊，伫今仔日咱伫遮礼拜。哦，这个所在虽然是学校，伊个名称叫做简报室，啊，简报室，啊，毋是叫做教会，哦，啊，总是，咱圣经甲咱讲，既那两三个人聚集，咱的主特别伫咱的中间，哦，阿妹吗？哦，啊，咱遮偌济人？哦，偌济人？两三百个哦，不只是两三个，哦，所以咱的伫遮咧聚集。哦，啊，咱恳求上帝啊，帮助咱伫遮所兴起的这礼拜堂，哦，这个祭坛是主所欢喜的所在。今日我顺便用这段经文来甲大家来分享。伫圣经的内面，若是讲到献祭，你大声你会想到什么人？一定会先想到阿伯拉罕，哦，因为伊是有另外一个名叫做信心的老爸，伊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。这个。有信心的老爸，诶，这个称呼阿伯拉罕，为什么叫做信心的老爸？啊，当然就是伊有信心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伊的信心是安那？伊做什么代志？伊就是完全交托给上帝，完全顺服给上帝。上帝爱伊往倒位去，伊无伫遐吼，在叠个叠个讲，嗯，我唔知通去啊，通去，哦，啊，我去的时阵，唔知拄着什么款的困难，伊无。伊甘心顺服上帝带领，上帝爱伊往倒位去，伊就往倒位去。上帝要他往哪里去，他就往哪里去。啊，而且伊无带着怨叹。虽然伊拄去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上帝资源还未到，哦，按过伊无怨叹。伊相信哦，上帝先找伊去，后壁资源就来了。所以伊就抱着迄个极大的信心。伊每到一个所在，伊就随做一个足关键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啥？就是啥？哦，兴起一个德性的祭坛，伊就伫遐兴起祭坛，兴起祭坛。为什么兴起祭坛？祭坛有啥物款的意思？来，咱大家做来念吼，咱大家做来念。来，第一，毋是为着家己的私心。但当只是为着上帝的心意，让上帝的心会当得到满足。第二，是卑微的人按伟大的上帝荣耀的记号，确保在顶位的上帝会当看顾甲保守。第三，尊上帝最大，上帝是带领人生每一个阶段的主宰，所以到每一位，就咱爱起坛来感恩。啊，为什么要起做这坛？就是有这三个意义，我相信这是上帝予咱伫全世界各所在来起做教会的心。吼，上帝伫全世界的所在，伊对大声以色列，吼，伊特别大声所拣选的民族啊开始，再来将福音传到欧美的国家，
再来，因的宣教书，伫150几年前，甲福音传来到咱台湾，啊，互咱伫遮，因为福音的宣教的关系，通过医疗宣教，通过教育的宣教，吼、咱亲像咱今仔日咱徛起伫即个中仁中学，就是教育的宣教，啊，互咱伫遮设立教会学校，所以每到每一个所在，就是爱起做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祭坛。啊，这个祭坛就是安怎？来确定、确保，甲上帝立约有份。伫这个所在，当你来起做祭坛的时阵，这个所在就上帝的同在。阿门。当你甲上帝同在的时阵，上帝就会收束一切天顶地的受教业，用个稳定点伫你的中间。阿门。所以这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对你亲自的应允。所以吼，这嘛是把咱。诶，兄弟姊妹吼，我牧师鼓励咱，每一个你若买厝的时阵啊，啊，是你的公司要开业的时阵啊，啊是当你的家庭要做啥物重要代志的关键的时阵啊，拢爱怎？爱做家庭礼拜，哦，啊，你着放心啊，着提出申请，哦，申请，你免讲啊，牧师做无用，我歹势申请，我甲你讲，所有的代志无比这个帮助。兄弟姊妹去做这段更加了不起的代志，哦，所以我要祝福咱大家，哦，祝福咱大家，因为你看到上帝甲你同在迄个心意，哦，当你愿意伫你人生要紧足济的代志，哦，要紧的关键的时间，啊，要献上感恩的祭，要起坛起这祭坛的时阵，上帝就要亲自加倍赐予你，因为你有信心，亲像阿伯拉罕同款。哦，因为你起所起做这段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所以而且安尼讲，起段，唔是为着家己的私心哦，唔是为着家己的私心哦，是要互上帝的心得到满足，因为你感谢伊啊。过来是卑微的上的人，为伟大上帝立约做记号。过来尊主最大，表示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你都要献上你的感谢。所以这是咱起做这段的意义。不过，咱目睭来所看，在咱这个世代，这个世代已经不是一个感恩的世代。有当时人真感慨吼，伫我这代要搁较好，吼，伫我这代搁较好。伫我自细汉就教会大汉，所以教会的这主日学，也是伊个青少年辅导，拢甲我教讲，到伫教会内面看到教会时代，吼，就爱讲平安，而且爱面带笑容，吼。安尼，啊，所以吼，我自细汉就做滴人听，吼、哦，感谢主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后来刚我牧师刚讲我做牧师吼，真有亲和力啦，吼，啊，就鼓励我献身，吼、哦，啊嘛，因为安尼，我嘛鼓励咱大家，咱来把这种伫教会内面好的文化，这种尊严咱个年长的人的文化爱传承落去，爱教育咱的时势，咱嘛爱，吼、哦，重视咱的时势，咱嘛爱做了有起啦。当咱的少年，甲咱请安的时阵，咱嘛安怎？咱嘛爱家回礼啊！吼、哦，咱嘛，咱嘛来讲，来，我甲你唱好，甲你平等。吼、哦，我相信咱的囡仔，咱就袂安尼怎啊造型啊，袂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互相伫咱的教会中间，还有一种尊严的文化。啊，所以伫教会的中间，咱就学习过着迄种少年的大家庭，吼、哦，这种的生活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感谢主。啊，毋过我有呢，当。小可感慨，吼、哦、感慨，因为伫这个时代变迁，有感觉即摆的这个少年一辈，因已经渐渐失落，吼、哦，迄种的吼礼貌，甲失去迄种的一种的尊严长辈的迄种的心，所以这个世界，这个世代已经有足侪物件拢乱去啊，拢乱去，因为当人的心无顺服上帝的心，人就看家己愈来愈最大。哦，啊，愈来愈最大，就是只要我介意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哦，啊，我就是要安怎嘛？当这个世代高估人权的重要的时阵，就甲上帝请出来。上帝是啥物时阵较有底需要的？啊，有拄着困难的时较有需要伊啦。哦，有拄有需要啊来求神问卜的时阵，才有咧来求拜上帝啦。这绝对不是上帝爱咱安尼对待伊，
上帝爱咱有事没事都要找他，随时随地拢爱起坐祈祷的祭坛，拢爱起坐感恩的祭坛，拢爱起坐一个甲伊讲话、吼甲伊沟通的祭坛。所以中意吼在徛伫中意顶位的上帝，直接甲人的沟通。徛伫咱下位的人，要直接甲顶位的上帝，迄种的沟通是顺畅的，是时常保持畅通无阻的。哦，安尼就是非常一、那个稳定，就是会流络流通伫咱的人生的中间的。哦啊，所以咱一定爱伫教会中间培养这种好的文化。我一个朋友吼，伊是牧师，伊所牧养的教会。有拄着足大个困难，有一摆你甲我讲，吼、哦，伊牧养个教会有一个情形足严重，吼、哦，啊，毋过即个问题吼、哦，伫咱教会是普通个严重个啦，普通个严重个啦，什么问题？迟到，吼、哦，迟到吼，咱个教会礼拜是几点？九点吼、哦，我当时看咱教会九点礼拜吼，啊，差不多，九点个时阵吼，差不多九点十分，差不多八成来。哦，也还好啦吼，不过吼，我希望会当搁较济，啊，会当搁较济，差不多咱逐个人拢会当准时，吼、哦，会当伫九点进前来准备咱的心，来准备礼拜，吼、哦，这是上标准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因的教会是做严重哦，吼、哦，伊讲吼已经开始礼拜半点钟啊，要到一半的人了才是开始咧教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这个问题做严重，其中吼、哦、有一个小组长。伊竟然安尼反应讲有小主管吼，甲伊讲吼，讲哦，我平时上班吼，咧打卡啦，咧打卡有当时吼，迄赶迄一分钟吼，都赶到要鼻血喘吼。伊讲平时上班已经袂当迟到啊，啊，若平时上班袂当迟到来，这礼拜阁袂当迟到，要求遮严，到尾要求遮严，敢袂当轻松一日吗？迟到有那么严重吗？哦，这是伊小组员吼，甲小组长发言来，啊，讲互伊听，吼、哦，讲互伊听，爱讲互我听。不过我拢感觉，这个世界会较有一种想法。我要问咱，咱伫上班的时阵是甲什么人有约？有约着？甲头家着？甲公司的制度？吼、哦，因为时间就是安尼固定的。啊，咱来这礼拜是甲啥有约？是甲咱的上帝。是你的头家较大，还是你的上帝较大？这答案已经到，吼、哦，已经出来。你会当来听你头家的话，一分一秒，吼、哦，你拢安尼计，你拢要求，你拢伊都计较到安尼，啊，你甲上帝计较啥？吼、哦，你敢唔知影创造世界上帝是掌管时间的上帝，是赐下万人福气的上帝，伊比你的头家较大吗？你敬畏你的头家，你敢讲你无敬畏咱的上帝？不想一切次序，咱生活一切的顺序就是安尼啦。有人的生活乱去，有人的生活唔知要怎安排，有人伊的生活咧乱七八糟，当代志拢乱了套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唔知影生命中间什么代志是上要紧的。兄弟姊妹，我需要甲你提醒，伫你的生活上，什么代志是上重要？什么代志上重要？哦、我捌看过一个管理的学家，叫彼得·杜拉克，管理学大师。哦，伊捌讲过一个比如啦，哈、哦。我相信真侪人伫 YouTube 拢有看一个影片哦。一个教授带一个囡仔，带一个囡仔吼，牵囡仔抱个囡仔过来吼。啊，伊后来，伊先到几粒啊，迄个高尔夫球入去。哦，先到入去。啊，就甲学生问讲，安尼，敢会当去底啊？够唔够？学生。佮看到内面佫有空间，佮无满，啊袂满，袂满。伊讲对对对，佮来伊第二项倒迄咖啡豆啊，哦，佮会当倒足侪咖啡豆啊去，哦，甲迄盘拢摊落满。伊甲学生讲，啊你敢有满？差不多有一半讲满，一半讲啊袂。伊讲对，啊袂满，佮来佮倒沙啊，佮倒沙啊，沙啊拢倒去了啦。佮来倒啥？哦，佮来倒沙啊，伊讲满袂。即阵学生拢足巧啊，全部拢讲阿袂满，因为知影老师阁有物件要比，吼、哦，阿袂满，好，过来，对，老师讲阿袂满，对，过来倒水，过来倒水，吼、哦，安尼，阿即摆伊要讲干满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学生真啊想无会当去倒啥，吼、哦，就讲满啦，啊，叫即个老师讲，
其实伫咱的人生就是安尼。我这个代志是要甲你讲，你的人生就爱做无用的，就爱甲吼，迄做无用的，就爱甲迄剩的一点点的时间拢摕来做代志。你嘛是需要有家己卡落来时间，通休困。不过这个研究要甲咱讲啥？讲啥？在你的一天的生活中间，你爱先把重要的物件甲放入去。伊是要叫咱放物件的顺序啦。哦，伊大声放啥？我拄仔讲大声放啥？高尔夫球啦。哦，伊若大声把咖啡豆啊放入去吼，高尔夫球绝对放无几只。伊大声先把高尔夫球放入去，啊，再来哦，再放其他的较细样的物件。伊这个甲咱讲，人生的次序就是安那，遵迄个上大的做准，就是爱先把上重要物件先放入去。再来有第二个重要，第三重要，第四重要。在咱人生什么代志上重要？尊主最大，主所交代代志上重要。哎，姊妹，我跟你讲，你第咱礼拜日，礼拜日是上基本的观念。礼拜日就是咱讲修主日，什么代志无比咱做礼拜更加重要，敢不是？哦，所以今仔日你可能要去参加旅游，要去参加佚佗，要去唱卡拉 OK， 还是要看电影，拢无比你先来礼拜上帝更加重要。所以，咱的上帝是小事办行专灵的主。上帝对你的疼，就伫你的生活中间，互你有特殊，互你会当安排哦好的一个生活。像是上帝的疼嘛是无条件。哦，不过古早圣经有甲咱讲，上帝听虽然无条件，不过伊有一项互你选择，你要得到祝福，还是要得到救赎，是有条件，是有条件的哦。诗篇第二十八章讲啊足清楚，你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你就要蒙福；你若无遵守，你就要得到救赎。这是咱哦，甲上帝之间彼此所立的约。不过，这个决定的权在伫倒？上帝伊把迄个决定的权，竟然授予予咱的，这是足奇妙的代志。原本是决定权在伫伊，因为伊是徛顶位的。不过，新约二十八章讲到，上帝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交代予咱。我讲过好多一届，你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要得到福气。如果你若是违背、无遵守，你就要得到咒诅。我深深的确保，咱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选择得到福气。阿妹吗？阿妹。啊，若要选择得到福气，你就爱安怎？爱遵守，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教示。因为咱的上帝，伊把所有的一切好物拢放伫你的面前啦。哦，即阵你只有选择。哦，你要爱也是无爱。有人真正吼，我感觉头壳在想啥吼，看轻上帝赐福，哦，看轻上帝赐福，无把上帝福气当作是要紧。不过煞安尼狂狂撞吼，去安尼去追求世间的权势，甲世间的福气，这是人生未晓拍算的人所做。今仔日咱的教会一哦，这个今年度的幺零百日子。在选择中的中学，咱就是只要来起一个段，要来起一个段。这个段就是咱将来特别要下礼拜的场所。哦，我看这个咱的报名表吼，差不多咱平时咱的做礼拜那个八成几的人拢有报名，哦，拢有报名。哦，有一挂人有一挂代志无来，不过咱差不多八迄个报名差不多八成几，哦。这表示咱对这个所在，咱有基本的这个认同。咱无认同，咱的教会建堂小组甲咱找这个所在。哦，不过吼，今仔日咱是咧测试的阶段，也毋是上好的。哦，将来咱要把这个所在，真做咱未来聚会差不多两三档的礼拜所在。所以，而且咱爱有一个足宽阔的心来接受这个所在，哦，会好。哦，安那来享受，咱嘛爱有一个宽阔的心来包容这个所在的无好、甲无方便，哦，安尼啊提出建议，啊会当予咱将来，大家人拢会当欢欢喜喜，哦，来遮来做礼拜。
所以今天牧师吼，就要帮助咱，伫遮来，互咱对上帝话来了解，咱要来起做一个祭坛的重要性。今天我要用兴起丰稳德性的祭坛做题目来分享。我咱伫这个所在所兴起的祭坛，是一个啊上帝所欢喜的祭坛。上帝所欢喜的祭坛，伊就赐下伊的稳定福气伫咱的中间。安尼，咱来想，上帝所兴起的祭坛是啥物所在？除了伫迄个有形有体的礼拜堂以外，祭坛佫一个要紧的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会晓感谢心的人，无论到底迄个所在敬拜上帝，迄个所在就是祭坛。好，咱来看祭坛是甚物所在呢？第一，咱做来看，祭坛是悔改的所在，祭坛是悔改的所在。咱伫二世纪的中间，咱有看到祭坛的设立。是为着要让有罪的人会当有反悔认罪的机会，所以认罪的人，伊就伫遐献上认罪悔改祭。上帝确保每一个伊所听的儿女，每一届来面对伊的时阵都没有罪恶感。咱拢捌做过人的儿女是谁，对无？对无？有当时啊，咱若做唔到代志的时阵，咱看到咱的老爸老母咱安那，哈，咱小可哦，哎呦，看到伊哦，小可明显就好啊，跟他亲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吼，先避一下，听咱老爸老母甲咱责备，所以咱就跟他这样心态，咱上帝无爱咱安尼，伊爱你每一届来亲近伊的时阵，拢是坦的，无惊吓，而且拢欢喜。而且看到你哦，就亲像迄囡仔咧，看到阿爸就撞过来，想要给咱个调皮，干呾袂？咱阿爸就爱咱咧，跟伊没有距离呀、啊，跟他没有距离，所以咱就爱知影，咱大家人拢有罪，是罪迄个罪恶感来阻止，来影响咱甲上帝之间的距离。所以咱阿爸，咱的上帝伊爱咱。面对伊的时阵都没有罪恶感，所以这阵通过祭坛，就予咱认罪。但咱做来讲，认罪、悔改、亲近上帝。所以当咱人有罪的时阵，咱就软弱、无胆、消极，安尼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稳定。就着要稳定，你着想啊，你着得啊，你着了袂得啊。所以这时阵，咱就来到祭坛。通过咱逐礼拜来到教会，也是通过你伫你个家庭所起做家庭祭坛，你拢会当献上感啊，即、這个感恩，而且要献上悔改的祭。所以你爱更新，你爱更新，咱逐个人拢爱对罪爱敏感，爱更新家己。但你甲你边仔人讲，爱对罪有敏感，爱对罪有敏感。悔改的祭。悔改的祭，认罪的祭，是一届就完全献了。有可能你即摆你认罪啊，等下后一分钟你搁犯罪啊。咱人袂当为着后一分钟啊，搁来以后的罪，你来提早认罪。伊换意思讲吼，你袂当讲上帝啊，我即阵我认罪，伊包括我以前的罪，到我后边我以后犯的罪，我拢总包拢做伙认。没有这种，没有这回事啦，上帝爱你，可能的罪是安那？你现在当时你的感动，佮过去，你的过去，当将来的罪，你爱将来再来认。所以这段就是帮助咱随时的认罪所在。来，第一，做来看，这段是敬拜的所在。敬拜就是顺服、幸福，而且欢乐，就是来承认上帝全能，佮伊的完全。敬拜就是我完全的交通，完全的幸福，不是以人做中心，不是以自我做中心，是以我的上帝做中心。我的全人、全心、全灵，圣神的灵、圣灵的灵，我的全灵拢交托给伊，拢幸福给伊。敬拜就是我不是。看我家己做头，不是照我的旨意，不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伊的旨意。这种的祈祷是以上帝做中心。当咱咧敬拜的时阵，
上帝就站伫咱个中间，伊就伫咱个中间咧做伊必要个代志。当咱敬拜个时阵，上帝就超过咱个人个限制，用伊完全个气力、无限个能力，充满点伫伊。所以充满迄个咱个敬拜，当咱个这段充满即个敬拜个时阵，迄个信心就倒。就你就倒起来，迄个信心就充满，迄个信心就建立起来，所以咱来重视上帝，咱来这段顶面来敬拜。过来，这段做位汤，这段是提升的所在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：兄弟姊妹啊，我用上帝恩典劝你，将身躯献上做偌济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恁安尼侍奉是理所当然，这段是提升的所在。来，我问咱大家，这段提升的所在，安尼什么人要提升？什么人要提升？什么人要提升？敢是主耶稣？咱的主耶稣已经提升了。过来的是啥提升？过来是家己啊！过来是家己啊！不是爱牧师去牺牲啊！到尾吼做唔到什么代志，拢怪牧师啦。不是拢讲怪这同工啊！拢怪这同工啊！是爱咱，到尾倒位无好，是讲啊，我敢有看到，啊，我敢有反应，啊，我敢有我家己补上去。像咱拄只我看一个小动作，甲咱拄仔即摆站内全部一个卫生纸来遮。咱有同工先看到，马上。在咱的教会就是安尼，看到迄个水龙头无关，安尼就赶紧啊关。吼，毋是伫遐，安尼伫遐讲你看啦，就是安尼，大家拢无重视啊，拢没有随手个关机。电话嘛是共款，吼，所以说在看到，咱就当作讲啊，迄人的疏，疏忽啦，不料吼，啊，我叫我先看到我好加济，我赶紧甲关起来，袂了更加济。所以在咱的中间。咱就来做咱家己，什么人咧牺牲？做咱家己做会到的牺牲的部分，做袂到的安怎？求主互你更加大的稳定，互你做会到。你目前必须牺牲袂落马劲，不过当主的能力充满你，当主的稳定灌满你的时阵，充满你，你无遗憾底，迄阵你的牺牲就无再是牺牲啊！迄阵你的牺牲叫做。欢喜者叫做甘愿心，叫做万种的祝福。所以吼，牺牲就是把家己放伫最大个顶面。牺牲就是你家己到做袂到个代志分辨出来。牺牲就是你放弃你家己原本你介意个代志，你去做你做袂到个代志。比如讲啥？比如讲，咱个祈祷个时阵，咱要求。咱若是将代志要逼成祈祷的时阵，爱紧加祈祷，爱紧加祈祷，因为这代志最重要。为什么紧加祈祷呢？除了迄个时间，食饭迄个时间，家己即些出来祈祷以外，佮通过你腹肚枵的感觉去体会，主耶稣伫旷野的迄个时阵忍耐，互伊当更加专心，安尼来祈祷。所以你的牺牲的迄个时间精神，互你会当来祈祷。这种就是牺牲你的食食，再来牺牲啥？牺牲你的时间，你何使？你可能你的这时间你爱去佚佗，你爱去旅游，你爱去做你欢喜的代志。不过当你若牺牲你家己的时阵，上帝会将其他物件福气都补回。这是我亲身所体会到的，所体会到。所以勉强做家己无愿意，牺牲献上做奉献。把家己献上做偌济，这就是咱所讲的牺牲。这也就是这段是牺牲的所在的意义。所以伫教会内面，咱看出一个同工，因做足济恁看袂到的事啦。像咱今仔日这只环境，因长着牺牲家己，着来大声布置啊，着上足济物件拢安置好势啦吼。今仔日咱遮做礼拜，咱现今物来就一个足舒适敬拜的所在。头前呢？这工作恁拢无看到，咱这同工因做第二，
百姓来做他做这件代志，牺牲因的家己来做这件代志。不过，伊感觉讲，迄是伊的上帝所做的，所以感恩。所以，咱家己敢有牺牲的这段，咱家己敢有牺牲的这段，希望咱家己的，咱会当为着教会代志来献上咱的牺牲，来去做这段。过来，做来看，这段是恁个的所在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吼、哦，也是国际全球祈祷日。圣神降临节就是伫五旬节的时阵，才会使到伊第一届领受圣神的充满。一日领受圣神的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就是这段。这段就是圣神甲人三度着连接的所在。在咱人来到这段的时阵，咱陪伴咱家己，拼靠咱家己，圣神就要入来来充满咱。当圣神落来时阵，人就甲圣神来连接，就有真好的沟通。你就会伫这段的所在有特别无同款的领受，你会当体会上帝的心意。你通过你甲伊连接，会当体会上帝好，会当体会伫遐上帝为你安排一切，才会是一个好的你，互你通领受。这段的顶面，老早就有上帝为你所明白的啊。但亲像阿伯拉罕，当伊要献祭的时阵，上帝来伊指示讲，你要献上你的囝。所以当伊带伊的囝，吼、哦、来到伫这段遐的时阵，伊的囝佫讲讲，伊问讲，爸爸啊，啊要献的诶，这物伫底啊？这时阵吼，阿伯拉罕则心内足艰苦的讲出讲。这个正面就是你啊！不过当伊要安尼讲的时阵，上帝早早就知影伊的心意啊！伊讲：你无保留你的囝性命，要俾我，你袂当家己对我的疼，要献上你的囝给我。你若献上你囝，你阁会当有啥物件保留，要俾我咧？所以了解你的心意啊！好，懂诶，唔通杀你的囝。哎，迄、那个要献上这段顶面羊羔，早早就有你陪伴啊！阿妹，所以今日今晚我要甲你讲，有当时咱做啥物牺牲，咱要做啥物看到奉献的时阵，你掠，你以为你一开始以为你家己牺牲偌济，你家己所献的，是一种你献了会疼一种的献祭，就亲像阿妹来咱共款。不过我要甲你讲啊，上帝要让你有信心啊，上帝要让你信心就是。当你甘愿献上你献到足痛的时阵，会做咩？不过当你要献上的时阵，上帝讲，你会当献为着我，为着疼我的关系，你就要献到安尼啊！我了解你的心意啊！好，我已经要讲，你的物件要献上物件，安那，我已经为着你预备一个更加好的，就亲像阿伯拉罕的献祭同款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你有要得到更加好的上帝的恩典无？安尼你就要真正甘心乐意的奉献。所以你这段的所在呢，哦，就爱来到这段来做连接，来做连接。你看阿伯拉罕，伊是千辛万苦，哦，啊，来到伫山顶的所在献祭。咱今仔，咱今仔日咱来到教会，已经唔免千辛万苦啦，哦，夜一门已经唔免徛，迄个徛马啊，吼，唔免登轿啊，吼。咱即摆只要哪？咱家己要挑倒摆来，开车来啊！啊，咱阁会当坐公车来啊！哦，有足侪方法，你拢会当来到遮。所以，即摆要来献祭是足简单个啦。要来第五，这段啥物所在？做伙读。这段是灵用个所在，是灵用个所在。灵用个意思就是双方建立契约，是双方把生命全部交到伫对方个手中。包括官兵，包括气力，包括财富，包括精神的能力。所以伫约定的中间，倒一边较有利，倒一边较有利，是迄个较弱势的中间较有利啦。哦，所以当咱甲上帝立约的中间，什么人较有利？是咱较有利啦，是咱较有利。所以咱甲上帝立约，上帝咱甲上帝立约，好处实在有够侪。咱真正是祝福满满，互伊像伊甲我共款，吼，野花呐，祝福满满，迄个福气要充满伫你个内面。
所以阿扁汉伊知影这个道理，伊通过祭坛甲上帝立约，所以无论伊到倒一个所在，上个要紧的代志，伊毋是先去找讲啊，这个所在有通食无通食，有台唔台人去拍啦，无唔知会当哦先顾家己腹肚无，伊无咱伊先干呐，徛少做义和尚起祭坛。伊每到每一个所在，伊就是先将祭坛放做是上要紧的代志，所以伊就是甲上帝来立约。再来，祭坛是啥物？做位塔。祭坛是得到能力的所在。你有要得到能力无？阿妹，咱拢要得到能力。祭坛是得咱请咱得到能力的所在。尤其是上卷十八章。就记载伊利亚，甲即个世间世界神祗大战的即个故事，对抗的故事。迄个时阵，伊利亚对即个百姓讲：“恁到我遮，恁到我遮，咱来祈求耶和华的名。”所以，当伊利亚发出这种的呼求的时阵，即个百姓就去做伙。当伊要对抗当时的遐个哦。伊个抵挡妖花的只军队，佮甲只因特别只军队中间，因有只假，只假神吼，伊所摆遐巴力450位巴力的神祗，要甲因对抗，因只有一步尔尔，一步叫做啥？一步叫做啥？一步以前因会当用，一步咱现在佮嘛会当用，一步是啥？完全多上帝，但咱做来讲，完全多上帝。对你来完全多上帝，迄、那个意思吼，就是讲，我唔是靠我家己啊啦，我是完全我靠上帝能力。所以就一百姓组织智慧，去做一个得到能力的祭坛。阿妹吗？阿妹。所以伊阁安尼讲，耶和华，这是伊利亚的祈祷，伊讲耶和华，叫你应允我。要问我，或者百姓知影，要我你是上帝，佮知影你是予百姓的心回转的上帝。所以迄阵要我就降落迄个火来，烧遐祭遐燔祭，烧伫顶面的茶，佮佮献祭的面。所以即百姓看见拍牌在地讲，要我是上帝，要我是上帝。所以伊利亚到尾吼。甲只450位神祗来对抗，吼、哦，就伫遐试看卖啊，什么人才是真正的上帝？谁才是真神？怎么样验证？变看卖就知啦，哦，变看卖就知哈，哦，我迄个两礼拜前吼，我有看到迄个有一个新闻，在你到去看到，哦，中国有一个格斗高手，哦，格斗高手，啊，甲一个迄、那个一个咏春。哦，跟他是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什么人的传人？哦，气功哦，唔知是什么人的传人哦。哎、欸，啊，头前迄个伫遐互相对对阵叫骂半当，哦，半当，这边伊骂伊讲伊上厉害，会甲人打趴。啊，迄边讲哦，我一定哦，几分钟就甲你解决。两个人伫遐哦，都唱笑伫遐，一骂来骂去，来骂去，骂半当。啊，结果呐？哦，迄、那个格斗专家，就敢那开47秒吼，就甲迄个电气功诶，47秒尔就 KO 啊，哦，就甲拍败啊。啊，你安怎知影什么人上头？卖弄嘴皮子，还是你要唱笑，你要化敌拢无拢无效啦。不要化败就知啦。所以伊里亚甲迄个假拜巴力的神祗，哦，一个对450个，要安怎知影什么人较上头？变化蛮好就知嘛，但咱做来讲，变化蛮好就知。所以咱按呾证明，咱的上帝是会当予咱能力。咱按呾证明，咱甲一般世间人能力有无共款的所在，变化蛮好就知。所以今仔日，愿咱来当得到这种超自然的能力，超自然的能力嘛要伫你的内面，超自然的能力嘛要充满你，阿妹。把咱会当今来到伫上帝祭坛，就是只恢复上帝能力。今仔日咱是毋是也较无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能力？今仔就爱看你是毋是愿意来到上帝面前，亲自来祈坛，祈坛一个来到上帝祭坛，献给上帝。所以咱这个时阵，咱来做祈祷，咱跟住上帝，今仔通过咱的祈坛，这个荣耀祭坛，
互咱搁一届改自由，互咱搁一届来建立一个甲上帝立下永远信仰用的这。是阮的上帝，我感谢你支持阮大家三个组织聚会来起做你荣耀的祭坛，而且你实在是何等的荣耀，而且你所听的经字实在是何等的宝贵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听，所以阮会当得到这个听的源头的祝福，也会当我来到这，亲自来献上阮感恩的心意，去大来献祭。我也相信，你也为着阮所陪伴的福气，也要随时要给阮，给阮来得到充满。这是阮交托今仔日的祭坛里面一切好处，伫你的面前。不过一切好处拢无在伫你以外，恳求你充满嘛，和一切好处拢掉伫你的旨意中间。感谢感谢，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